大家好，我是那个林淑正啊，我们是一群就是在比较关心那个环境生态的一群规划者。那在就是我们的工作阶段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些发想嘛，就是我们主要是比较在意那个地表当中的非人为构造物，就是大概是比较以绿色基质啊、植栽为主这样子的一个标的，是我们比较关心，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在地表上面。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力，就开展了这个坑这样子。那主要就是着眼在于就是台湾的一个法令计划所诠释的一些公园绿地，其实它的那个品质有一些落差。那一般在使用上面的话，其实察觉不出来这个品质上落差的一个状况，没有办法跟对于这件事情该执行的公部门有一些实质的一个互动或者是要求。然后还有一些资源配置的部分，其实不见得会在准确位置上面去做到位的一个处置。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在把中央在谈说，就是那个原本的都市计划当中10%的这件事情的标准要往下修，那我们觉得这是开倒车，所以希望说有一些对应的资讯揭露可以来做一个稍微的前置。那我这边就是以台北为例的话，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卫星影像的方式去处理那个一些地表上面的资讯的萃取。那我们用的就是直升指数 NDVI 这样一个工具来做一个分析的一个切入点。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黑色的部分是比较是都会地区，然后白色的部分的话就是有植栽生长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利用那个卫星影像是用做时间切片，它其实可以把这个绿地的品质做一个分级上的一个解析，然后希望可以间接的去希望可以就是更直接去把那个绿地的品质部分做一个那个掌握。那透过这样子三个步骤，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绿地的渐减的资讯给揭露出来，包括就是那个影像萃取，然后跟发布对应的空间带应该是要用什么样子的 label 去做这样子的品质上的界定，然后再来就是做资讯揭露。那这件事情就有一些包括就是在那个空间带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拿捏，然后形成一个可以对于公部门有对话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选择是一个关键这样。那我再讲一下最后。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大概以万华区作为一个案例的部分去做那个资料的揭露的一个状况。那绿色就中间这个部分的话，绿色框框部分是法令都市计划当中所划定的绿地，它其实它的那个绿地不是太好。赶快讲要征求什么样的人。好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OK 好，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个两部分的人才，就包括就是叙事网站的一个设计架设人才，那还有用就是以生态系统为出发点的这个每边平面设计人员，我希望可以就是邀请这样的伙伴一起加入我们。需要抓资料的人吗？也需要。好，抓资料前端后端全部都要。好，下一组。